啊，我刚刚不小心卡出去了，结果回来了，刚刚不小心卡了。Hello， 晚上好，哥哥们，欢迎你们走进我们官方组组三。加特林的最后一个舞蹈是给你们跳了，我本来前面就想跳了，但是我卡了。好，我先跳个不那么累的，然后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跳加特林。然后喜欢我的歌点击一下我的关注好吗？谢谢大家。通知的勾勾，然后没有点这个勾勾的哥哥们可以把这个勾勾勾一下，然后再看一下一号麦，我在一号麦，喜欢我可以点一下一麦，右键关
关注他，然后二号麦的主播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在左上角是官方五星舞秀 Helen Ten 的直播通知预约，大家没有点这个预约的也把预约点击一下，也关注不迷路，然后拥有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然后可以把心也点点，谢谢大家，谢谢。加特林在最后三分钟的时候再给大家跳一个加特林吧，然后下面你们再选一下第二个舞蹈要跳哪一个。第一个是 CCC， 第二个是氧，第三个是电音那个 Summer， 然后你们可以选一下跳哪一个。氧 Summer CCC， 把你们想要看的扣在公屏上告诉我，然后一会儿截图了。快快快，打在公屏上。3、2、1、0。第二个就是我，嘿，想什么？第二个为什么你想寂寞 ？Talk to me, oh, talk to me, hey。好吧，第二个是氧，好，那挺好的。其实氧是比较柔的那种感觉，就是柔完以后再给大家跳个加特林，我觉得这样的搭配非常的完美。好，给大家跳个氧，然后喜欢我的哥哥关注一下我，谢谢大家。欣赏他又赶来一片云中，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他，是绵绵一段乐章多，想有谁懂得吟唱他，又慢慢一抹柔光，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
善爱的表象。走进我们官方993，然后没有给我关注的哥哥把关注点击一下，谢谢大家。这个是直播时通知的勾勾，没有打勾的哥哥可以把这个勾勾一下，然后再看一下麦序，然后我是一号麦，喜欢我的可以点击一下一麦的右键关注他，然后我们的蓝心和飞宇都可以点一下关注，然后左上角是官方五行五秀三三天的直播通知预约，没有点这个直播通知预约的各位可以把这个直播时通知预约点击一下，然后拥有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然后没有点心的哥哥们可以把你们的心也点一点，电脑用户跟手机用户都可以点击一下好吗。哇，我怎么还有五分钟啊，我还有五分钟吗？是之前卡掉了然后给我加的时间是吧？好吧，好，给你们跳个电音还是加特林呢？好吧，那我给你们跳个加特林吧，这个加特林应该是没有广告的吧。
累啊。放一个舒缓的音乐，就是让彼此舒缓一下心情。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没有点我关注的哥哥们，然后再加油，继续点击一下我关注吧。电脑用户看这里有一个直播时通知的勾勾，然后电脑在这里没有打过的哥哥们把这个勾勾一下，然后再看一下一号麦。我在一号麦，你们可以点击一下一号麦的右键关注他，然后其他主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把你们的心也继续点击一下，加油加油，快点点心。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啊。还有40秒钟的时间我就下了，没有关注我的哥哥赶紧关注一下我，不然你们就找不到我了，点关注不迷路。好热呀。还有手机用户看一下左上角，左上角有一个爱心，然后你把那个你把关注点上就可以知道我的频道号了啊。手机用户点一下这个爱心，电脑用户就打这里的勾勾，打上勾勾也可以关注我了，谢谢大家。我要下了，还有5秒钟，拜拜。我要下了，没关注的哥赶紧关注一下我，拜拜。